今天的爱河灯会呢，在晚上7点就会正式开幕呢。那今年呢，这个在爱河两旁呢，都会有这个主题灯区。今年会有四大主题灯区，在五福河东路口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个主题灯“猪仔恋在高雄”，粉红色的象征韩国瑜的爱情产业链。对岸河西路还有非常童趣的粉红猪。在同心同欲区这边呢，有100只猪上头呢，还有这个百家姓，民众不妨可以来这边呢找找自己的姓。100座生肖灯是超级卡哇伊，成为灯会必拍照的打卡点之一，是以百家姓为设计概念。今年在恋恋风情区，还有传情万花筒、光影华尔兹，透过装置艺术透视高雄暗恋风情。今年灯会很特别呢，有结合手机 APP， 只要呢这个下载这个爱河灯会的主题效果，就可以像这样子，背景是爱河，而且呢还有这个烟火闪烁，很特别啊，很漂亮，还蛮酷的，蛮特别的哈。高雄爱河灯会为期12天，活动期间打开手机软体 APP 就能免费体验烟火实境 AR， 一同享乐。我们是超级大韩粉，韩吃不是韩粉。离开高雄那么多年，现在又回来，感觉整个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好有人气，好旺哦！爱河灯会9日晚间正式开幕，高雄市长韩国瑜也将和宅男女神安心啊一起揭幕。17日主舞台这个地点也会有明华园戏剧总团带来的花灯600年，闭幕压轴也将由白冰冰带来的蓝宝石歌厅秀，想必让大家惊喜连连。记者陈国民、潘颖文高雄报道。